准备，值得在第一个提示，请看五秒。布拉姆斯，哦，好熟哦，是音乐家对不对？就有听台北爱乐电台，应该有听到，常听到这个。99.7，布拉姆斯，哦，有在嗨叫音乐。第二题是再看十秒。李泉生，真的假的？好强哦！你露脸，我坚持。你真的假？答案是摇篮曲。李泉生为什么让你想到摇篮曲？他有那个啊，那个阴阳一坤几米多几寸那个，哦，这是他写的，但是他的曲，你真的会啊？因为最近有在注意，没有，因为布拉姆斯我最近在听爱乐，然后早上9:00要讲到，然后我想哇，也太刚好，哇，他真会，对。刚好，刚好。什么叫真会？你是怎么？不是，我都给我小孩听 Kanye West 啊这种比较嘻哈一点，长大那个。所以这个音压抑坤可能因为我连莫扎特那个，我手机有那个清单，莫扎特的那个语音的清单，我有两个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现在开庆功宴是吧？有点，有谁说你答对了没？对，对对对，还没。哇靠，开庆功宴了，聊的嘞，聊的。答案是什么？我摇篮曲。答对了没有？恭喜答对了。露脸，这个很露脸。好了，终于血死了。来，卢彦哲的酒鬼攻略赛，请就位。卢彦哲同学，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，来了两次，终于在第三次开花结果，终于上台了。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解锁自己的人生第一套题目。嗯，人生不断的解锁了，当然，真的，真的，人生要不断进阶。对，嗯，是吧？总是比过去的自己又再进步了一些。从你出来以后，你讲的话感觉就不一样，那个角度跟那个分量有没有？那种沉稳，没错，这个都是尾鱼比不上。天哪！坐在后面跟站在前面，那感觉确实真的。坐后面的男人都在装成熟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我一直站在这边，有没有发现我越来越成熟？为什么觉得我后面都冒汗了？我在冒汗。不好意思，那明总我们在录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打扰。梦幻大门，请开门。那你感觉一下，在这边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。有没有全貌？有。一万大奖是婴儿推车，你即将要的。3万电动麻将桌。为你的老婆未来待产的时候做最好的准备，真的。5万大奖在左上角，臭氧的水龙头。哇，10万大奖是一胚的智慧折叠车家庭组。哇，夫妻俩可以一块骑。5分钟，时间很充裕，准备喽。好，请公布他的客制化题目。终于能够站在这里的卢彦哲，他的第一题：求婚限定日，跟老婆爱情长跑15年。老婆孕性别，哎，老婆怀孕7个月，大小暖炉来取名，暖炉啊，就你这人给人家的温暖的感觉，所以儿子小名小暖炉，基本上目前就是这样来的。对，头毛营养品，你有自创一个品牌，发蜡和干洗发这些，对，所以人生有很多毛，我们从头毛来强调它。对 ，OK， 好，撞脸娱乐室，你主持虾皮娱乐，所以会聊一些娱乐圈所有大大小小的事。对，台湾风混日风。你在北海道自驾，自驾游，然后呢，看过风铃啊，也看过银河，听说。对，家有吉娃娃，养狐狸犬跟混种的吉娃娃，家里有许多狗啊。满积分国文，听说他的国文好到不行，哇，几乎满积分，差一题，真的差一题，一个不堪回首。对，不堪回首，因为14几分，我就差一题，满积分。来，第一题从哪里开始？头毛营养品好了。自创这个品牌多久了？从今年3月至刚创立。对，头毛营养品，请注定。工作繁忙忽略了营养问题，不止皮肤变差，头发也会变性。请问吃什么食物可以防止头发变性呢 ？A. 南瓜子 ，B. 四季豆 ，C. 鲜虾。这个题目很刁钻哦，这个太难。吃什么防止头发变细？变细，看，我知道头发要长头发一定要好的蛋白质。海鲜的话是牡蛎啦，虾子的话比较少，是这一题。他时间很充裕，慢慢来没关系。我就慢慢的耗掉大家的时间嘛。无所谓，不是你自己的时间。5分钟很充裕了，大家再想个30-40秒都没问题，但已经超过40秒。我选四季豆好了。四季豆，你锁定。
闻都可以想很久，但是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要走到走久长远的话，OK， 因为南瓜子跟四季豆其实蛮都是对身体和对头发蛮好的营养品。我会先把鲜虾删掉，是因为海鲜类其实是海带和牡蛎对头发比较好。海带跟牡蛎，对头发，因为它是好的蛋白质，然后比较好吸收。OK， 对，然后南瓜子和四季豆，因为它们都含蛮丰富的维他命 C， 所以我在思考说哪一个比较多，感觉起来南瓜子多一点。但南瓜子好像是顾其他地方，我之前看到的东西是顾其他地方比较多，所以我就选南瓜子顾男生的下半身，射护线，好像是，切影揭晓。好，我们刚刚选项当中的南瓜子呢，其实啊，主要是防止射护腺肥大，还有呢骨质疏松以及胆固醇过高的问题，都可以多吃南瓜子哦。不过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呢，当我们的身体当中呢缺乏了铁质以及维生素 C 的时候，常常就会出现疲劳、头发变细或者是嘴唇干裂的现象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补充一些水果，像是奇异果啊、草莓啊、柠檬啊，或者在蔬果当中的四季豆，都能够补充铁质跟维生素 C。还有呢，也可以多吃一些肉、豆腐、甘蓝菜，这些呢都是对于补充营养是有帮助的。来，第二题，台湾春日凤，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哪一个赏枫景点的枫树嫁接了日本的红枫，让春天也能够有枫红的美景 ？A. 台南红叶公园 ，B. 南投奥万大 ，C. 宜兰太平山。漂亮，我选。我的答案是 B， B， 先锁定。对，奥万大的枫树是很有名的。对，然后他又说春天也能够赏枫。以前我们小时候唱那首歌《枫红层层》。前面两个字就是深秋，通常都是秋天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春天也能赏枫，所以我会选奥万大，是因为蛮常听到就是。奥万大蛮常有一些赏枫的形象。奥万大是不是这个答案？请揭晓。哎呦，厉害！第三题，运性别，请助理。高一大曾针对孕妇生活习惯做调查，发现做什么事情婴儿不止体重较轻，产下男婴的几率也会下降。A. 熬夜晚睡 ，B. 嚼槟榔 ，C. 吸入油烟。婴儿的体重会轻，孕妇的生活习惯当中做了什么？婴儿体重会变轻，产下男婴的几率也低。产下男婴的几率，这太难了，这蛮难。产下男婴的几率应该跟男生有关系，因为性别取决于男生。我觉得应该跟雌激素有关系，可是 XY 还是跟男生有关系。孕妇的什么习惯会做这个影响？哇，你这想的可久了，剩不到三分钟了。卢彦泽同学，我的答案是嚼槟榔 B。请锁定。你不能，你在想，你想了快一分钟，你另外纠结哪个答案？熬夜晚睡跟嚼槟榔。我把吸入油烟给杠掉了。因为吸入油烟算是比较伤害的是肺部呼吸系统。对，后天的对，是呼吸系统。对，呼吸系统，它应该伤害的比较偏妈妈。那男婴的部分，各位认为他答对的举手。一个。对，唯一的男性支持，没有一个女生支持。认为熬夜晚睡举手。四个，怎么可能？我是觉得，因为题目说它是针对孕妇的习惯做调查，它不可能就是双盲实验，所以比较孕妇常见的状况，我猜是熬夜晚睡。对 ，OK， 曾英文。哦，我是觉得熬夜晚睡有可能它比较容易有早产的问题，所以可能体重较轻。哦，体重。哦，因为会有早产的可能，所以体重较轻。太累了，对，子宫容易收缩。可能32周就生了，对，这一类的，对吧？没有足月，没有足月，体重当然轻了。是。是我的观点不同，你的观点不同，对，因为我的外婆就是一个吃槟榔的爱好者，所以呢，她前两胎就生了我妈跟我阿姨，就是都是女的，对，然后她们生出来的体重也偏轻，
也就是嚼槟榔嚼很大这样。所以我是有实力，这样子经历过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 B 的几率蛮大的。请揭晓，关系要一万元智慧金币，弄了个半天选择了嚼槟榔，结果共享的。好，这些嚼槟榔真的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哦。除了容易会得到口腔癌之外呢，生男性的几率更会降低了将近40%。那其实从这个高医大的研究就告诉大家哦，当孕妇呢她有吃槟榔的习惯哦，生出来的宝宝呢体重跟身高都会明显的比较小一点。那这个体重不满2500克的几率呢，更是比一般的孕妇还要再高出许多。而且同时，如果你还有抽烟啊跟喝酒的习惯的话，对于小孩的这个影响就更剧烈了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槟榔里头有槟榔素跟槟榔碱，那其实槟榔素跟槟榔碱呢，都是会伤害到 Y 染色体，造成呢是这个 XY 结合的这种受精卵哦，就不容易着床，所以呢，当然就会生男的几率大大的降低。再三题试试看，第四题，我选大小暖炉来取名，大小暖炉来取名，即将有个炉宝宝了，来，请注定。古代有许多古人的名字都只取两个字，请问这个取名的习惯是源自于哪一位皇帝实行的改制 ？A. 汉高祖刘邦 ，B. 汉武帝刘彻 ，C. 新朝王莽。这个好难哦！天哪，这跟我不是要懂中文，是要懂历史。对，这跟我那个取名那个完全没有关联哎。改制。漂亮，选 It's a sign。我选 A。A 刘邦，请锁定。你怎么选刘邦的？大概对刘邦比较有印象。哦，所以他如果时间不够长的话，可能引起后代的后世影响不太大。嗯，刘邦比较他留下来的传奇，像我们以前历史课本常听到他比较多。所以他建立了一些什么可能比较容易容易施行天下这样子的。刘邦，请揭晓。新朝的王莽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朝结束了之后呢，进入了三国时代。你有没有发现看三国演义的时候，里面的人多半都是两个字，像是刘备、曹操、关羽、张飞、孔明。为什么在这个三国演义里头1200多个人名当中，是三个字的名字居然是寥寥无几呢？其实主要的原因哦，就要追溯到在周朝的时候。在周朝的时候呢，他们就认为说，当你名字取三个字的时候呢，很容易会重名，就会撞到一些啊，这个你的这个君王啊，或者是父执辈的名字。但是呢，其实你都是要避讳掉长辈的名讳的，所以呢，一旦你的名字的字越多，就越容易会去冲撞到长辈名讳，因此就喜欢取两个字的名字。但是后来呢，这样的习惯慢慢的就没有这么的盛行，直到新朝王莽他要恢复周礼，所以呢，就把这样子单名的这个法制归到这个历法里头去。所以呢，在新朝王莽之后，东汉以后呢，其实多半只要是有身份的人，大家都是取单名，就是只有两个字。好，但是没有空手回家，送你的礼物来送什么？要送给卢彦泽的是台湾康贝 CFS 婴儿推车，单手一键变换三模式，轻松移动好收纳，培力大轮好推动，七区路面不卡轮，高景观的座椅远离地热灰尘，宝宝互动喂饭不歪腰。漂亮，厉害，刚好的，实用。你下一回的资格在。全民新攻略模范生招募中，加入会员让你有锻炼筹码的机会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赶快来订阅哦。